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欢迎大家来听今天兄弟象队对魏全龙队的三连战第一场的比赛。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明天我就要离开熟悉的地方，和你要分离，我眼泪就掉下去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，我是否会再回来，我不回头，不回头地走下去。现在换菩萨前
心地跟他走，放下所有牵挂，带着我的祝福，你永远在我心中。现在换菩萨牵你的手，请你放心地跟他从事于这个新闻采访工作也52年，因为有这个奖，我相信今后的体育记者跟我一样不眠不休，